夜晚差不多成十點幾、十一點先收工咧、嗯，其實你其他好多翻啲正常嗰啲工嘅朋友想約食飯，其實都約唔到。成日都話：，今日又淨係爭你一個啊！歐洲人佢哋慣咗係 relax 嘅，佢哋慣咗三點三就下午茶。香港人三點三係都分分鐘 lunch 未食。就算真的已經很想走了，跟住見到，我坐隔離那些都未走喎，跟住我又好像我又不知道他可能會揾下嘢做啊，或者點樣，即係好像合理時間收工，好像一個懶惰表現咁樣。翻工得嚟咁，跟住就又揾到錢啦，咁啊，另外又可以即係陪下屋企人啊，咁啊，同埋可以做下運動啊，咁樣。黎明已过，分秒未够多，很想下课来临接你，但我未曾电话讲过。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取材自真人真事，唱出了香港打工仔有翻工冇放工的生活模式。罗邓京同事都叫佢做四眼妹，是呢首歌的主角。见你戴眼镜嘅，咁我就叫你四眼妹啦。咁同埋我初初入行嗰阵年纪又唔系话太大，咁啊即系都十二年前噶啦。咁样咁啊，就个名就咁嚟啦。住喺元朗嘅四眼妹，每晚凌晨都要过海嚟到炮台山翻工。佢话点心师傅男多女少，工时又长。不过优点系佢每晚可以翻屋企煮晚饭，照顾屋企人。我喜歡這行，因為他就到我照顧家庭，四點半上班，七點零鐘收工，打算四五點買到餸回家，六點鐘煮到飯，那就可以家庭和工作兼顧到咯。不少僱主為了降低經營成本，就請少些員工來減輕開支。四眼妹话，变相令打工仔的工作时间越嚟越长。查下咧，七点钟饮茶，我哋包嘢啦，新鲜先啊嘛，咁啊你都要预货啊，你唔一开门就有生意都可以做到嘅。咁呢一行而家就人手比较短缺啲，咁啊变咗工作量都大，即系可能本来八个人做嘅，咁你搵唔到人，老板唯有即系缩下缩下，咁咪又变咗六七个啊。咁啊，而家打饭咯，包嘢咯。嗰啲饭头，嗰啲饭咧要摆落嚟蒸噶嘛。地方你见到唔系大咯，真系打仗噶，一望起上嚟，你唔好话企喺度啊，行万步都俾人赶你走嗰只噶。除咗食饭半个钟啊，咁样咯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你全企喺度，单出嚟咁你就做蒸。蒸完再起出嚟，俾人攞出去賣就咁咯。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工作嘅模式咯。我哋而家有時坐喺度傾偈都會傾噶。我哋除咗食飯、翻工、放工、瞓覺，好似就冇乜嘢噶咯喎，已經係機械式生活噶喎。政府統計顯示，全港大約有300万打工仔。当中有三成人每日工作超过十个钟，而多过六成打工仔的雇佣合约都没有列明有超时工作的加班费。他觉得怎样不舒服法？有没有什么长期药物用开？那时候有没有看过医生？你开消炎药给他吃药。除了基层打工仔之外，很多专业人士都是长工时的受害者。医护行业平均每日都要做多过十个钟。X-ray 嗰度系呢度啦，跟住你个签名。呢个咧就系骨科嘅，呢个系物理治疗。咁呢个做医生超过十年嘅廖仲雅就系典型嘅例子。今日我系 on call 嘅，所以就比较忙少少。今朝七点啊，七点到而家。喂，廖生，未去过厕所今朝。装置喺度好多好忙嗰时候，你就唔觉得攰，其实 OK 嘅。你见我而家都唔系好残咁嘅样 ，OK 嘅。最痛是哪个位置？好痛定点样？
我做了一次抽血，應該是一點零鐘看完之後，兩鐘就攞規鏡，咁跟住之後就趕巡房噶啦。咁之後就五點鐘再開始急診啦。今日就跟住做到今晚十一點噶啦。滴咗痰我都唔知嘅喎，好快咁，我頭先嘆下嗰陣，冇個喉嚨咧已經一鼻嘢黐住喺度。所以就佢呢度煩噶嘛。係，我哋幫佢 check 下睇下有冇睇睇唔睇到皮嘅啦。我都幾 enjoy 做手術嗰個過程嘅，對我嚟講幾有新鮮感，幾好玩。我係由細到大都好想做醫生嘅，呢個係小學生寫文章嗰時候嘅我的志願嚟嘅。我覺得好幸福，有機會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嘅事係好幸福。如果可以將自己喜歡嘅事變成一個職業，更加幸福。九點零鐘開始吃飯，習慣了，現在已經神仙肚咁啊！因為第一件事要攞翻個 call 機出嚟先。咁啊，通常我哋一收到啲 call 就五分鐘內要覆機咯。醫院入邊有啲證係 under 你嘅話咧，你係 responsible 嗰個證嘅，咁所以有啲咩佢都會直接 call 翻我哋，都習慣咗。咁啊，譬如佢起身去廁所，我會拎埋個 call 機入廁所。初初覺得真係哇，好似廿四小時不停按 call， 成廿四小時乘七乘三百六十五日，即係嗰時你好似每一日都喺度，每一日翻工咁樣，都每一日都係做緊啲翻工有關嘅嘢，而冇曬好似冇乜自己私人時間咁。我哥食幾次啊？係廖醫生係咪 call 我？係啦，今晚收咗，今晚抽咗痰同埋流咗啲血先。係啦 ，OK， 唔該曬，拜拜。廖仲雅话：自己同好多香港人一样，就算放咗工，都未必可以将工作放低，容易忽略同屋企人嘅相处，搞到我 guilty。其实系有少少内疚嘅，因为即系时间真系唔多喺屋企嘅时间，我厨房乜都冇，唔系好识煮饭，咁啊，通常都系叫外卖咯。佢话佢感觉个内疚嗰个咧，我谂紧边一个情景咧系。可以俾到嗰個 message， 我係佢曾經內疚咯，公司嘅 issues 啊，可以留翻喺公司裏邊啦，係。咁有時候唔需要將佢帶翻嚟屋企，或者帶入去你另外一個世界裏邊，同朋友嘅時間一齊啊。咁我諗個人會自然會輕鬆好多，係。喂，唔好睇恐怖片啦，睇啲輕鬆少少啊。我知道我是比較有少少工作狂嘅，咁個老公提咗乜嘢係 work life balance， 即係要知道其實我哋工作其實佔生命其實三分之一到嘅，咁三分之二其實係啲同朋友、屋企人嘅時間或者自己興趣嘅時間。廖仲雅兩年前同朋友組成樂隊一齊夾 band。band 叫 Lilac， 既可以解話某一個紫色嘅 shade 啦，或者係丁香花啦。成員都係專業人士，佢哋話玩音樂可以喺繁忙工作同生活之間揾到平衡。即係你已經覺得嗰樣好重要，你自然會可以喺好緊密嘅 schedule 都可以逼到啲時間出嚟。咁點 balance 其實好睇個人嘅啫，即係揾自己嘅興趣咯。即係好多人因為冇時間而冇興趣，咁但係其實應該調翻轉，你幾冇時間都要揾啲自己嘅興趣，咁先 balance 到噶嘛。各自己彈到一 part， 跟住啊一首歌好完整嘅，咁我哋大家會有滿足感。即係你覺得好滿足嘅嘢，可能你係放工得一個鐘頭去做呢樣嘢，可能你個心理已經好 balance。全日工作就為人哋做嘢，好多時都係。
即係既然工時長，其實更加令到自己即係如果放工就係食飯之後瞓覺嘅話，咁有啲唔甘心嘅。創意行業的員工工作不定時，還要經常捱夜度橋。為了提高士氣，這間跨國廣告公司鼓勵同事帶埋寵物一起開會。其實都係咁啱帶咗動物翻嚟，咁又要開會喎。咁其實即係冇乜特別嘅，同埋有動物喺度，大家就會開心啲咯。我哋太多 ideas 啦！我今朝個的士司機佢問我係翻工定放狗啊！靜咗邊個先？何天芳全世界第一個喺商場入邊咧，將所有扶手電梯變成滑水梯，稱之呢個為酒池同埋玉林。咁玉林咧，其實就會係一個好靚靚嘅 promoter 叫玉林。咁咧，其實我舊公司試過連續踩30小時嘅。我記得我最瘋狂嘅一次係嗰個 week， 即係 presentation 前嘅一個禮拜。我諗全個禮拜都係過咗 midnight 先至收工㗎啦。試過諗住轉行添㗎，我去考埋空姐添㗎。收咗架。帮广告界的朋友找回自己的 line， 我们决定发起一个绿色行动。落闸放狗 6.9， 每个月两次，公司准时 6.9 熄灯熄冷气，大家实行日落就收工，还邀请广告同业一起参与。眼见香港打工仔越来越迟放工，这间广告公司的管理层一年前尝试推行准时放工的计划，还拍了宣传短片，希望改變加班文化，不過同業反應冷淡。任務完成。我哋睇到香港其實 OT 嘅情況喺各行各業都幾普遍啦，特別係廣告界其實係特別出名係OT 好嚴重嘅。咁所以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就諗下有冇啲一啲係好玩過癮嘅 idea。可以去革新，去扭轉整個 OT 的文化咧。到膽親到落落到，咁就冇技巧嘅，一個字快。好。咁填滿曬所有個窿窿位就得㗎啦。定立標準工時係咪可以解決長工時問題呢？做創意行業嘅人就話好難界定點先為之做緊嘢。咁好多人做嘢用唔同方法去 get inspire， 去諗啲嘢。有啲人可以我哋食過3小時 long lunch 之後無端端諗到喎，咁可能我牛喺公司度6小時我都未嘔到出嚟。有啲人都會覺得，做乜你又喺屋企嘅咩事啊？我 call 你咁早收工，咁我 call call 就可能即係或者佢哋會好夜，咁我咪翻屋企等咯。我將生活融入咗工作，而我喺工作裏邊都得到我嘅開心，咁所以嚟攞嚟抽翻開我喺公司玩嘅時間啦、吹水嘅時間啦，咁其實都唔係好長嘅。今時今日你點樣計個工時？你個人留喺度，你嘅心唔喺度，嗰啲算唔算係工時呢？或者調翻轉頭，我有時我自己都會係，我放咗工之後，我可能睇場戲同我食個飯，突然間，咦叮一聲，咦呢樣嘢好似同我今日要諗個項目有關，即刻使得，咁嗰啲又算唔算工時呢？90年代初，政府為咗舒緩交通擠塞，大力提倡彈性上班時間，不過未見成效。有廣告公司管理層就話：只要工種適合，政策值得推行。我哋發覺最緊要令到同事中意份工，中意份工感覺到 management 好信任佢哋。會唔會啲老闆未走，佢哋冇意思走？我真係絕對冇依樣嘢發生嘅呢一度嚇。我哋調翻轉頭，你係老闆又好，你係或者即係比較即係 junior 一個員工你好，有陣時你早走咧，其實你係咁樣樣嘅，等第二啲人羨慕你。有雇主自发改善工作环境，推行弹性上班时间，尝试解决员工长工时问题。不过香港有超过72万打工仔就冇咁好彩。政府成立标准工时委员会接近3年，劳方建议要为部分打工仔嘅工作时数订立标准，
不過僱主代表就反建議，在僱傭合約上列明工作時間和加班費，不一定要為標準工時立法。標準工時的實行來講是行不通，長遠啲係害咗香港，對香港嚟講有百害而無一利。今時今日，如果邊間公司俾少啲人工嗰個僱員，或者嗰個假期係少啲，工作時間長啲，其實呢份工都冇人做。你作為一個打工仔，你去見份工，嗰個僱主咧就只係俾咗一個合約俾你，係佢寫出嚟嘅。咁你作為一個僱員嘅話，你申請呢份工嘅話，你其實邊有議價能力啫？你中意咪做咯，唔中意嘅。你咪揾個第二份咯。立法標準工時，立法標準工時。政府多次表明對制定標準工時政策冇既定立場，不過政府經濟顧問就憂慮立法會削弱競爭力，更發表報告指出，僱員每星期做少一個鐘，僱主就要額外請超過15,000人嚟填補。政府佢自己話係。我是中立的，我不會理的，我不會給意見的，但是我們看到的事情不是咯，是不是你損失有多大，多少個倒閉，不是僱主的口說，是你政府站出來告訴人聽的。政府不是給我們感覺到的真的很想做一個標準工時出來咯。我覺得的想就是用這個標準委員會標準工時委員會的最後的結論，就是告訴全世界人聽，是不是標準工時在香港行不到的。標準工時委員會勞資雙方還未達成共識，原本計劃三月向政府提交報告，現在決定要延期。老闆，一條扣單58。啲菜心點賣㗎？菜心5蚊9蚊。俾兩份我啊，唔該。買啲魚咯，買啲菜咁咯，係好傳統嘅。有時間我咪花少少心思去煮咯。咁原來佢嘅俾我嘅反應係話，原來阿媽真係好耐都未煮過，咁啊送俾佢食啊，咁啊都覺得啊，原來個媽都係好好糊裡糊塗咯，做得。你一個人食咩啫？好似冇咗嗰種動力去煮嗰餐飯，但唔係喎，哇！成家人喺度，係去煮飯俾你食下。如果你唔係嗰餐飯，即係你有你生活，我有我生活，反而係嗰餐飯先至會真係有面對面。你看到他的表情，他又跳得你的表情，咁咪有個互動啊！甚至乎有時佢係直下你啊，你都覺得開心嘅。做點心師傅的羅鄧敬話：長工時曾經令佢3年前同丈夫離婚，錯過同家人相處的時光。而家放工會盡快趕翻屋企，珍惜同個仔相處的每一刻。你話係咪份工令到咧咁多多少少有記者，因為我哋少咗時間溝通。其實係成個社會嘅環境嚟，嗱我就工時長啦，咁佢選擇嘅工種咁啱，亦都係要工時長嘅。如果佢話今晚唔翻嚟食飯嘅話，其實根本係連傾偈一句説話都冇嘅，即係呢個機會都冇嘅話咧，咁你話怪邊個咧？我都唔知講話怪邊個。如果要講嬲嘅話，就係點解細個嗰陣時候自己唔講啲嘢，令到爹哋媽咪可以揀啲工時短嘅工啊，嚟陪翻我哋啊，用啲時間，或者揀啲近啲嘅工啊，至少可以見到佢哋啊，朝頭早。即係好似起身屋企就得自己一個咁樣，你就如常咁樣自己一個翻學啊，咩都係自己帶。起身又見唔到佢哋喎，即係你會掛住佢哋，但係其實你成日見唔到佢哋，好失落啊嗰種感情。係咪呢度？
初佢係因為我頭痛都有同我講，嗰陣時先叫我開始幫佢按呢樣嘢，我覺得算係一種報答咯。即係我生活上好少係幫到佢，但係其實呢樣可能係我唯一可以幫到佢嘅嘢。即係句説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喺個心度，你覺得媽咪有冇虧欠咗你哋咧？香港即係變咗基層嘅人啊，甚至乎其實唔係必一定係基層。你長工時咧，你係扼殺咗你好多娛樂啊、興趣啊、同家人嘅相聚啊，即係自己都冇辦法啦。即係你係要生存嘅話，咁選擇咗咁，你就用另一種方式去接受咯。誰想每日這麼感慨？時間有沒有得更改？勤奮沒年月的辛酸，賺得足夠是否不再房價？